iPhone 是世界第一的智能手机，如何在接近完美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自己？ The new iPhone 做到了。虽然这个名字只能让下一款 iPhone 发布之前，为 iPhone 带来诞生以来最大的飞跃，并把无线续航推向世界。想起我的孩子，我们两个相隔千里，当我们通话的时候，不会因为电池耗尽而感到烦恼。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！你可以用完一块电池后，接着用另外一块，还可以换电池了，这就是缘分。每次用它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笑着说：“真不敢相信这是现实。”I see the red。还有你的私人助理莎莎，200多款应用等着你去挖掘。这小手机真的存在吗？无论我们的 iPhone 世界多么轻薄，人们总是会花钱买各种各样的保护套，把 iPhone 变成像砖头一样的iPhone。全世界最后的安全手机，同时安全性能大大的高升。像 iPhone 这样优秀的手机，往往是不法分子抢夺的目标。如今你不用再害怕了，有了 The New iPhone 的 iBreak 功能，你就可以又一次。这就是最新的 iPhone。好呀。CEO 嫉妒啊，嫉妒到笑容。那肯定是电视购物上的山寨手机，只卖999元，还送那么大一堆电器，这么有诚意，怎么可能是山寨？好吧，那你有什么新的功能给我们演示一下，我们就信，有吗？喂，喂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怕了吧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刚刚打给自己了，这手机能打给自己，多有创意啊！走吧，谈话会要开始了，别让莫总等太久。经理，你快点！这都没给你们带来科技的震撼吗？太恨到麻木不仁了，简直了！我对合作的理解，甲方跟乙方得先认识，为了更远的合作。可以先吃顿饭吗？平时吃吃饭，叙叙旧，私下多娱乐娱乐。哎，你就选我们公司吧，莫总。我们公司，莫总，莫总。听睡着了都还选什么选？莫总，莫总，莫总。叫人都这么像，叫人都不。叫那个嗓门大的上去讲一讲。经理，那请您上台去给大家阐述一下您对于合作的看法。啊？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喝茶。今天莫总想听一听大家对于合作的理解，这关系到我们到底选哪一家公司跟我们合作。如果弃权的，我们将视为放弃竞争资格。我不知道吗？还有你说。救命啊！你好，我是莎莎，请戴上无线耳机。什么是合作？我该怎么做？随便说，越让人听不懂越好。不要打电话了。不许抽烟。Sincerity, inspiration, compassion. 耶！过吗？要不要来给音乐支持一下？够了！我们已经受够了一成不变，受够了禁锢思维。是时候来颠覆对合作的理解了吧？这机器不该放喇叭，你先别露馅，我有时间想着翻译。
新的有风格，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。好、哦。小乔，你看呐，自从歪打正着以后，天天和洒洒聊的火热，都完全忽略你的存在了。真的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好了好了，别理他，开玩笑吧。哦。啊！您本月超出的流量费共计5638元。经理，早就跟你说你是山寨手机，好多流氓软件骗流量的。对啊，谁家有人每天对机器人莎莎讲个不停，活该。但是，有的莎莎了解，他不像是这种人呢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的使命就是骗流量，因为我的生命需要靠流量来维持。主人，如果你不要我了，请立刻为我找到新的可以骗的人，因为一旦流量停止供应，我就会死的。天哪，警报响了，拜托你们救救我，给我流量，求求你们救救我，给我流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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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六十九号吗？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像六十九号？你真的是六十九号吗？六十九号，是啊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我就是六十九号。你好啊，六十九号，我找的你好苦啊，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你要每天不停地跟我说话陪我玩呢。嗯。哎，你喜欢就拿去玩嘛。好，太好了，漂亮，六十九号。哎，你怎么这样骗他？他自己要玩，他关我什么事？切。真的累了，做梦都做这种低级趣味的梦，哎，压力好大呀，就好像被一个物体重重地压在身上的感觉。